大家好，我是如风。175狮驼勾魂69被反杀，来自进邪门粉丝的投稿。区内175玩家和69玩家因为抢地煞爆发矛盾，结果一个175狮驼领直接勾魂了一个69队伍。本以为随便飞飞就能吊打对面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狮驼领居然被69队伍反杀了，并且69队伍里一个人物都没死。二，多280点属性的宝宝，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。他新买入了一只150级的上古灵符，经过计算之后居然发现属性点多出了280点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见识过这种宝宝吗？三，新出145级别不魔剑，新出一把145级别剑，双加直接爆满，同时还有永不磨损的蓝字，恭喜这位狗托成功逆袭。四，155级别高伤伞交易，青秀山一把150级的高伤无级别伞，最终以10万的价格卖出，魔族并且还是女性角色的无级别武器，确实是卖不上太高的价格。五，猴粉银号纹绣印件，在群雄小组赛当中，来自百花村的磁暴部队成功战胜了浩文。比赛之后，他们专门向如风投稿，表明了自己猴粉的身份，并且还秀出了12段的法爆几率定心男衣服。群雄中能遇到浩文，并且还能战胜他，让这名猴粉非常激动，专门吃了一顿夜宵进行庆祝。